又非一个只会拍短片的人，他怎么有机会能够卖出他的短片？原来都是你在背后策划。我早就想跟你坦白，是我没有机会。乐清，我认识了你十几年，今天真的很让我刮目相看。昊天集团的董事们要求路飞天价赔额，绝对只多不少，多的部分就当做我对这个项目持续的投资。你，我想请你们评估一下我的电影版权值多少钱。你要卖版权？一路繁花相送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到10点。